哎，这是干嘛了？这是干嘛了？哎哎哎，这干嘛了？这你拿出来，我跟你讲，阿紫，不是你太烦了，你去。这是干嘛了？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真的无语死。阿姨，明明就是他拿的手表，不是说没有。阿紫阿紫，你这没事吧？不要拉他，让他自己起来。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了？快点拿出来，我跟你讲。慢点慢点。你没事吧？真的不是我偷的，小妈。不是，我说一下，肯定是我偷的。肯定是妈妈说，妈妈说的是谁偷的？这怎么了吗？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，真的不是我偷的。阿紫，那你不偷，那不只是我偷的吗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是不会偷的。你们看图片，一人个，一本书被我偷了呀！完了，阿紫没偷走，肯定是阿紫偷。我刚找猪草回来，我怎么偷？妈妈，妈妈，肯定是他偷的，因为你看。阿紫，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。他们说我偷了小妈的手表，我刚割猪草回来，我怎么你干嘛，伟哥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，那我的话怎么可能会偷我妈妈的手表呢？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被你拿了的话，你还给他们就行了呀。对呀，快点拿起来。没事的。啊，我哥，你也不相信吗？你觉得是我偷的？快点拿出来！没听到吗？你真的没有拿吗？真的没有拿，真的不是我拿的。那个快点阿姨，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。阿姨，那是我拿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嘛？啊，明明就是哦，我跟你讲，肯定是、那个、妈妈肯定是在他的床，我去看。哎，那去翻一下。阿姨，这表真的，阿紫不会拿你的表的，你应该误会了。你看，他把手表藏在他的床底下，看到没有？那是表，听鬼。阿紫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？你不要推，不要推！你得不了，是个小偷，你是个人。阿姨，你好好的说，知道吧？跟你我说，不也拿了吧？跟你，肯定是误会的，肯定是误会的。给你拿了，赔钱。不用我偷的，海哥。啊，不用我偷。阿紫，快点吧！偷你！我妈说不要手表了，快点拿出来。修了，修起了，真的是。拿了，我说别拿了。不要一天天只会哭，你以为你哭了，谁会心疼你妈啊？真的是小偷。什么也不会，还哭，还偷自家的东西，笑死了！阿姨，你先不要说你几句好吧，我们妈妈说好不好？这不就是一个表吗？这有必要这样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个人他居然偷自己家里面的东西，你要点脸吗？你呸！真的是什么人？不要这样子，阿姨，上班了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是我偷的，阿紫，不是我偷的，小妈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我不知道表为什么在我身上。就是他偷的，快点赔钱，快点赔人，快点赔钱，听到没有？不要推。阿紫，你天天只会哭，真的是不要搞，上班了。阿紫，你先不要哭了，不要哭，我来说好吧，我来说，那个阿姨，你看到了吧，阿伟哥，就是在他的床上，好不好？少说两句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他偷了东西，你还这样子说他？不是你亲眼看到他偷了吗？亲眼看到了吗？那这个手表是放在他的床底下找到了呀，肯定是他偷的呀，不是他偷的，难不成是我偷的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偷我妈的东西啊？是啊，因为妈，咋偷的？偷你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阿姨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好吧？这个表找到了不就行了嘛，对吧？找到了就行了嘛。找到嘛，赔钱吧，赔钱，啥赔钱吧？我说这拿了吧，没钱。手表好好的，手表不好，你看拿了，你看烂都烂了，烂都烂了，没有烂的嘛？这拿了，这还要赔钱？赔钱，快点赔钱！你眼睛没有看到吗？啊，烂都烂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你看到没有？不要这样子。不是，但是我现在没钱，等我找到钱了再给你，可以吗，小马？这小鬼子钱拿给你了吧？你要刷表一天吗？快点啦，快点啦！没有，那个卖货的钱还在手机里面。拿出这个，别说了，你拿出这个，他说认不起了，快点拿钱。好好的说嘛，你看都是一家人嘛，对吧？这有必要让赔钱吗？对不对嘛？谁没有着嘛？那有着嘛？谁没有挂电？我哪有着嘛？那就你用着我那些挂电，我那些花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说别花了嘛。那个拿钱了嘛？好了好了，阿姨，你也不要说了，好吧？不要说了。那个阿紫，你也不要哭了，好吧？居然偷自家的东西，真的是笑死了。阿姨，你也少说两句，好吧？阿姨，然后呢？这样子啊，阿姨，如果你真的要让阿紫赔钱的话，你看需要赔多少？我来赔吧。赔五百嘛？啊？赔五百嘛？五百是吧？哦，五百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可很贵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可是我爸爸追我妈妈的时候，我赔给你妈妈不就行了吗？你这是动手动脚的干嘛嘛？啊，我哥表都没有换，你不要赔了。啊？什么没有换啊？你看清楚，好了，看清楚。不要这样子，算了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就小了。不要这样子，来，阿紫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来，我赔，好吧？我赔，你赔吧，赔还不行吗？哦，这个小鬼子嘛，都是。我赔给你嘛，对吧？五百块钱嘛，对吧？我赔给你，好吧？那个那个手机拿来扫一下吧，我妈妈那手机变了。那个那就小娃，来给他们扫一下，给他们扫一下这个。扫我妈的。扫五百块钱。没事，阿紫，没事，没事啊，你。
阿伟给处理好就不就行了嘛，对吧？不就500块钱吗？何必要动手动脚的呢？只要你心里面你觉得你没有拿就行了，知道吧？真的没有块钱，王阿姨了，真的是。那要那么十个手指了，多少？要不是我的话，我们就那种了。那我一婆，自己的，他们快烫烫溜溜的，哎呦，阿怎么这么的？来吧，你去不去？给我拉，拉。阿紫，那没事吧？对不起，阿伟哥，又让你给钱了。没事啊，这钱都是小事儿。你没事吧？他没有剁到你哪里吧？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没事。阿紫，那，哎呀，这些猪草也不要弄了，也让他们自己弄吧。哎，你也不要弄了，好吧？这什么都让你来弄，对不对？阿紫，你跟我说一下这表到底怎么回事呀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伟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床上。你真的没有拿吗？那伟哥，你也不相信吗？那这表怎么会跑到你房间去呢？这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呢。没有阿紫，真的不是我拿的，我真的没有拿。如果你没有拿就好，知道吧？怎么可能会拿我小妈的表吗？你没有拿就好，只是阿伟哥只是问一下嘛，对吧？你没有拿就好，这好奇怪啊！这表怎么会跑到你房间去呢？这，哎，没事啊，没事，阿紫现在已经说好了嘛。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？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，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